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硅胶手机套。硅胶手机套主要是以硅胶为原材料，然后经过磨压硫化成型工艺生产而成。首先配置原料，就是将原料配色然后生胶混炼的一个工序，包括是原料的重量计算等。最后硫化成型，就是把炼好的硅胶采用高压力硫化设备经过高温硫化成型，成型后处理表面毛边，外观还可私印各种时尚精美图案。硅胶手机套具耐磨、环保、耐高温等特点，使用方便，软硬适中，贴合手机，